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啊，我们来玩面包超人的披萨店过家家玩具。先跟着面包超人来制作披萨吧。啊，亲爱的披萨，我们做的什么？哇，一个面包超人披萨。啊，叽叽叽叽。还有细菌小子披萨。还有 BB 超人披萨，这个是独居妹妹披萨。还有一个蜜瓜超人披萨，好香的披萨啊！小乐姐姐看的都流口水了。有人点了外卖耶，把披萨装到盒子里。一个细菌小子披萨，还要装多一个，就装香喷喷的面包超人披萨。好啦，现在把披萨装到外卖车里，然后要赶紧给顾客送过去。猪妈妈带着小朋友们过来买披萨了，赶紧下车去买吧。佩奇先来到了店里，他选了一个面包超人披萨，我们帮他装到披萨盒里。那佩奇，你的披萨拿好了哦。坎迪也来了呢，坎迪选了个细菌小子的披萨，也帮他装好。坎迪，你的披萨好了，把买好的披萨放到车上，然后带回家吃，回家吃披萨啦。狗爷爷点了个披萨呢，我们要赶紧装好给他送过去，别让狗爷爷饿坏了。装到外卖车里，出去送外卖喽。好啦，来到狗爷爷这了，把披萨拿给狗爷爷。狗爷爷，你点的披萨到了。好的，帮我放在船尾吧，谢谢啊。狗爷爷收到披萨了，午餐有着落了，出海去工作喽。